属于观众，特别好，这就是第四十三集的播出。但顶一集啊，讲到，亦赞叹一切众生三业所为善，看到众生行善，咱也赞叹，劝宣归果。 仙有大小，有偏圆，像了凡居士所讲，有真假，拢爱有能力辨别。即、这个能力是智慧，爱有智慧会当辨别。啊，即、这个先是真诶，抑是假。什么是真仙呢？会当利益永久诶。 是真实啊！对、就、讲、是、这件代志做了呢，以及的利益、下回大众、利益一切众生呢，是研究性的。那、啊、么这个先是真的啊。如果这个先眼前有利益，将来无利益，这个东西真实啊。眼前无利益。 将来有大利益，这个是善啊，所以一定要往久远啊，眼光爱看远啊，去观察，啊、知样这个先是真呢，也是假。一旦利益广大众生，这是大善；你要少数人是小善。 令令众生出离轮回，得生净土，是究竟真仙。利益众生，众生不能出轮回，这仙都未当算是真仙，也在,在六度内面。啊，这拢爱清楚，拢爱明白。啊，所以这个仙啊，一些程度。 要不懂啊！哎呀，这一句真重要，是咱日常生活当中常常会遇到的啊。遇到了要安怎呢？啊，真侪人会懵。宣道大师在此地甲咱讲：，若非成业啊，对讲毋是真仙，毋是大仙。 疏疏离离的这种显形啊，看起来干是,是真的仙。那么看到众生做这款仙啊那怎样？啊，怎样不安怎呢？经历万劫，也不随意啊，但、啊。 卖个赞叹啊！咱尊敬的好，也卖去个随喜。大师教咱这个态度，咱对于尊敬，凡是讲卖去学习一些个错误也卖随喜啊。这个不随喜，就是讲什么呢？古文内头会代志一切真实。 无人情可说，事所以安尼随喜，明知伊是毋对，诶错误诶啊！咱明明知影伊是有错误啊，也是要去个随喜一点嘛。在人情可说啊，在人情上啊。 去随喜，人情客事有虾米无好呢？啊，如果你那是目睭擘较大一些，啊，往深远的所在一看，就知影确实有无好的所在，有一个无好的影响。你是一个真正合乎的人，大家拢知影。 啊！你看，某人都拢到我遮来咯。啊，那么呢？啊，你这个，也毋是真诶仙吗？啊，那么丁仪呢？啊，去甲背书啦。啊，咱即摆讲机票啊，甲背书。啊，你有即个知名度，有即个影响力。啊，那么你去甲随喜。 去到伊个所在，啊，等于呢，都是肯定认同伊个做法。啊，照你这个名來控，啊，来扩大，啊，扩大伊个虚伪，啊，助长了伊个虚伪。啊，那安尼，这是让你贵姓？啊，那卖个水气。 换一句话讲咱卖助长伊，啊卖帮助伊成长，这个是对的。啊，不可以替佛法做人情，这真侪人拢会通讲这句话，但是伊不要做。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伊然甲佛法做人情，啊，在这种事情真侪真侪真普遍。 有处可得啊！这是讲的口业真心。普贤菩萨十大愿王，跟咱讲的礼敬诸佛，妖魔鬼怪也是诸佛，也必然变得较轻。作业当将来修为果报可。 亦要服侍，咱尊敬伊，尊敬伊，但是对伊于行业不赞叹，对伊所作所行这行为啊，也卖去随喜，安尼都正确啊。但是咱对伊也是爱有礼貌，也是爱尊敬，这是在此在此地教给咱的态度。 由真实心中信业合掌礼敬四事顶供养彼阿弥陀佛及依经立部啊，前面讲的是考业，啊，考验先讲修仙啊，再讲断恶。 拢非常具体教予咱，信业也是如此，先教咱修身。合众礼敬啊，即个合众是表一心啊，即十个钟头啊呢，无合见呢，散散啊散乱啊代表散乱啊，那么即个散乱啊，心修成一个合起来修成一个啊。 十位合起来变一个，合众啊。所以合众啊，标境标一心，一心就是恭敬。合众是一个意思。内境啊，内境意思，素食供养啊，这个素食被世间代志了。释尊当年在世时候，出家人生活非常简单。 最低生活标准啊，这个生活呢过得，物质生活过得真低啊，可以讲上低啊。在家的同修一定爱照顾着。世尊对在家同修要求的确无多、啊，这个世书里面第一個是因学。 出国人，每天啊，出去吐蕃啊，你看到出国人家来呢，吐蕃啊，一定常用一一顿饭啊。啊，这个吐蕃啊，饮食这个是饮食啊。一天啊，固定爱有一盖吐蕃啊。那么这是在家动手啊，爱常用。 那么衣服破的时候啊，就讲、是、穿的这个衫啦破，上一件衫好穿。卧底啊，暗时啊在困的时候啊，咱即码讲这个盖棉被啦、毯啊，啊，这個、暗时的休困啊，这需、個、要。破、啊、病的时阵呢，医药。 那么这个世俗供养啊，这是出家人啊最基本嘞啊，这个生活条件啊，这是讲这个标准啊，降到最低啊。那么咱再家动手发心，爱照顾，爱供养。这大家是讲供养阿弥陀佛给已经利布。 啊，那么你都要知啊，这个世俗是出于艺术啊，不是出于思想。阿弥陀佛，不在咱这个世界，在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就连咱每一讲中道啊，该上讲，即上讲，伊也无需要。 啊，更加不需要呢。得去上香呢，给穿一件衫。啊，实在讲啊，啊，这都无必要。那么无必了要爱想着什么呢？护怜一起重生。啊，护念弯啊，就是要普度重心丢度一起苦难的重心 这是佛的心愿啊！一切众生无崩汤家的时候啊，咱敢有想爱尽心尽力帮助一点啊？众生在饥寒交迫的时候啊，这寒无通穿啊，咱能不能送一点点寒衣给伊，送一点点饮食这是佛的心。 个心都是安尼，那么咱哪当安尼做呢？这都叫做供养阿弥陀佛。所以爱想着解、这个，啊，当时呢更加应当想着现在所讲的，除了物质生活之外，精神生活。现在像台湾物质生活真富裕。 精神生活真贫乏，但应该如何可以精神上的意识？属于精神生活宏泛，爱联想就结啊，所以不可以死在这个利骨里头，啊，这都叫世书供养阿弥陀佛。 啊，所以讲你看到这呢啊，那么你得出来点呢供养阿弥陀佛啊，那么提即四项来供养阿弥陀佛啊，那么迄就错咯。啊。爱知影呢？佛啊，叫咱供养啊，这是表法啊。教咱呢，在日常生活当中呢，啊是爱安那做法啊，做未甲佛的意思呢，错会咯。啊。所以这是爱。 法医内面所讲的真实意思啊，或是进步，亦或是生活环境。换、嗯、一句话讲要怎样做真正做到护化世间、护化社会，那就甲这一句，即个世书常用阿弥陀佛，依经立波，都真诶做够了。 这是咱每一个动手爱辨白、爱干活、爱真实心中去做啊！从哪里做起呢？啊，从你家内互相忍平啊，敬老师诶，百位从祖先诶，百位，安、啊、尼做起啊！影响你一家人，影响你诶厝边头尾，啊，亲戚朋友，安、啊、尼做法。 得丢啊！啊，当我在看经本啊，二百十八页，尾要算来第三行，我要一句开始，有真实心中信业，平慢厌舍处心数三界定。 主他已经离不，前面这句在《心经》当中讲的是修仙，这一句是利恶，因为这一部经的宗旨是决定六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所以大师记的咧，甲一般场合当中所讲的无同款。 标准高，要求严格啊！若毋是安尼，对于自身当中决定往生有障碍，这是咱一定爱认识嘅。下恶爱真正认识，三婆世界依报正报拢有欠款，当然这是积禄多还富嘅。 啊，三度烦恼，因为娑婆世界也有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啊，跟阿弥陀佛的净土无较差。但是，咱在娑婆世界无办法证得，即、这个是爱怎样？啊，如果不能离开娑婆世界，咱决定在这个世界内面的六度轮回啊。 那么，既然在六道里面，那就决定在三恶度。在三善道,、啊、道的时间真短暂啊，对六恶度的时间啊，真孤长啊，真的是苦不堪言呐、啊！啊，这是熟悉的真相啊，但出来人间呐。 先到顶干天多呢，啊，敢若亲像沉咧水底落去，真久真久呢，掘出来头壳呢浮起来，啊，吸收一口新鲜的空气，啊，无偌久伊阁再度落去。那那么这個形容啊，咱在绿度内面啊，对着沙漠多，时间啊，都亲像活咧水底。 啊，宣告人天多呢，好像像啊，第水底呢，真久呢，啊，叫头壳压起来，啊，但是无偌久一个对路，因此大师在此地看到啦，对于三婆世界，天上人间诶，衣、情、歌舞，拢爱发心厌舍，啊，厌离爱，晓得就放下啦。 爱爱发这个厌下之心啊！那么这个厌下之心，拢爱从真实心中做，不能有一丝毫虚假啊！啊，且看这个文，有真实心中意业，思想观察意念，比阿弥陀佛及衣正离布如现目前。 世尊在这部经里面对于观想讲得特别多，从第一关到第十二关，拢是讲观想念佛。当然，即个地方不能违背经义，所以咱的意业，意业就是念头，念什么呢？爱想想。 常常常念，常常观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以及西方世界依正二报。依报是迄边生活环境嘅状况，正报这是指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迄大众因。即、这个意象，著亲像境界，真系在眼前。 但无修观诶人，会旦到即个境界吗？甲注意讲，一啊，卖系在佛法，在世间法内面，智行兼通，行者灵，人因真心对甘的即个境界，处在眼前赶快。 啊！你看，咱中国古早时候，孔老夫子常讲“最神如神在”，迄就是如现目前。」咱想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都想在眼前感觉；想念西方极乐世界，西方极乐世界迄个样，也就展现在面前感觉。 啊、念佛、啊、念佛安尼，才叫做功夫得力。啊，这是功夫得力的模样。啊，注意爱明了。功夫得力无得力，关键在真实心中。真实心就得力，心无真实功夫就未得力。这个境界就不能现前。这个是意业的行。 知于自性，这是心语与三业知于自性的境界。又真实心中意业，听见咽下处，心数三界定，助他依正离不。这个三界六道，不但咱心爱下掉。 决定不贪求五欲六尘的享受，你心内面這个这念头也要加以断干净，决定不了，这个将来往生都不会有障碍。现在所得到的好处，啊，你到这个境界，自然就体会到了。无到这个境界的人不知，人唔知业。 即个世间五欲六尘名闻利养，是大家热烈追求的啊！你拢拢无爱，改下干净啊！即、这个人毋是有问题咯吗？迄是世间人诶看法。你家己做够咯。啊，即、这、内、个、面有真乐，有真正诶快乐，真实诶享受，不羡三业。 今日在此地做一个总结，不嫌三业，必须真实心中写。啊，这里、个、是讲总结心口以不嫌呢，不嫌呢，对于三界六道有贪恋的，那种是不嫌，一定要真心给下掉。 要了起先三业者，必须真实心中做。即、这个先三三业，极先的三业啊，心礼拜阿弥陀佛，求清凉阿弥陀佛，以忆想阿弥陀佛，极先无比即个更较先。注意爱知影，读经是先。 比未着即个仙业，持咒是仙也比未着即个仙，世界是仙也比未着即个仙，禅定是仙，拢拢比未着念阿弥陀佛诶仙。为什么呢？唯独专心念佛星，即生决定往生。 想到西方世界，一生当中不可成佛，要比这个更卡先的吗？读经书，如果不连往生，内生是彻底变充，果部是如此。这个世间聪明智慧人是尽兴读经呢，世界人该取的真言。 不能往生的时阵啊，那么来生果报端正庄严，相貌生得真好，威仪也好，气概果报啊，多几种因，多几种果报，不能出三界，即生修一点啊小福报，来生即向修，又未许颠倒了。 又搁再造成罪业了。第三世就对了，这个佛上讲，这叫三世愿，咱来明白。所以真正先无比之先，就是念阿弥陀佛，爱真心。后面这一句做一个总结，不敢来话平安。 开书真实，各明自性心，真心到极处了。啊，内是讲内心纯心，外是表现在外面。一个心寓意三业，心口在外，意业在内。即个内外就是心寓意三业。 明暗明是明显诶显露在外，暗、啊、是别人见未到诶地方。独居诶时候，无论是立场，无论是独居，拢爱真实。即个是咱积善学佛修行能不能有成就，关键就在处地。毋是真实诶人，决定不能成就。 真实的标准一定要依这个经上所说，要依这个标准啊，家己去建立一个标准，往往拢是无可靠诶啊，爱依经做标准，哇、啊，未使依咱家己啊去想一个标准啊，那么自信心就讲到这。下面第二个呢啊，宣道大师要甲咱解释，虾米叫信心？ 自性心是菩提心的本体，菩提心之体啊，都、就是自性。亲心与回向法缘心，拢是自性心的代用啊，对、就、伊、是、的作用，总体起用啊，亲心是自受用啊，自己受用；回向法缘心是他受用利益。 他人，我只过会讲，咱用什么款的心对家己，啊，用什么款的心对别人，啊，将作用上也当显示出来，啊，显示出你的心,心是毋是自性？如果是自性心，伊起作用，必定像此地所讲的，真实不虚，心心 所谓自修养，就是用这个心对待自己。大师在此地，给咱解释的是言亲心讲，即是亲心之心呀。这个讲得好。马明菩萨在起信论里面讲的三心当中也讲亲心啊，高德为咱解释。 讲亲心是欢喜、集结一切善心，简单讲是好的、好善之心。好的、好善到了极处，迄著是深信阿弥陀佛大愿大行，净土一部正部种种庄严，就是阿弥陀佛在因地当中。 修菩萨行，集结一切最殊胜一善行所成就，的。咱应当深信不疑，应当倾信。咱依照阿弥陀佛的榜样啊，向伊学习啊，一定要该赶快的成就，要有一个信心。 宣都大师在即个地方跟咱讲啊，一共有两种，两种啊啊，即两种讲法啊，先看、啊、文，一家决定亲信、自心，现世罪恶，生死反复，旷劫以来，相灭相流转，没有出离之缘。 啊，那么这是第一点呢。宣读大师书，甲咱讲，咱爱清醒啊，决定清醒自己现在本身啊，是一个罪恶生死诶，反乎。空劫以来啊，无数劫以来，相灭相流转啊，这个灭啦，就是对落啦，啊，对落什么都流转呢，就是六道轮回。 没有出离之言啊，啊，无法度出离六道轮回，这个因缘，啊，无这个因缘，啊，如果咱真正一旦相信这个事实，啊，你学佛孜孜念念会认真，咱学佛为什么会海大？为什么会散漫？为什么会功夫未得呢？啊，实在讲。 不了解自己的属性，唔知影现今起心动念、言语咒咒、都做作，拢是得做业啊！咱家己啊，往往啊唔知道。就地藏菩萨在《本愿经》里头所讲，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無，无不是罪、啊，无不是业 咱仔细想想，确实是安尼。所以大师在此地甲咱讲啊，咱确实是最恶生死凡夫。旷劫以来，无数劫以来嘞，相悖。我是沉沦在三恶道，在三恶道的时间等流转是轮回，生死轮回，无出离轮回嘅机会。 这个缘是机会，无论修学多几个法门，都无办法出离。啊，修外道迄种更加毋免讲啦，决定不能出离。遇到佛法咯，修小乘法，真难真难出离；修学大乘法，也无容易出离。世尊所讲的无量法门，无法使其众生。 想要在一生理一旦出离轮回，就念阿弥陀佛，求往生西方净土。啊，只有这句文。啊，在上法时期，在正法时期，其他大、小型法门内面也可以。啊，有机会。到末法时期呢，无法多了。 啊，卖公啊，正果啊，出离三界啊，得禅定都得不着啊！啊，只有这一门啊。为什么讲其他法门、法文不能出离呢？啊，无法使其咱众生啊，业障太重啊，家己心内啊，烦恼习气的真重。 外面呢，啊，这个大环境啊，这名门利养、五欲六尘诱惑呢，太罪啊！啊，这污染也真严重啊！内有严重的烦恼，外面有严重的诱惑，在这个环境之下啊，那么咱仔细想想的啊，咱自己敢有法度断烦恼？ 啊，卖讲断烦恼啊，烦恼呢要甲幸福啊，暂时甲控制都真难啦。啊，那么修学其他法门无断烦恼，决定不能出离三界。啊，只有净土这個法门啊，可以代劫往生，即个咱才有希望。即个一定爱知影，一定爱干哦，生死可怕。 轮回可怕。现前在世间，无论安怎样嘅富贵，啊，你得这个世间富贵，也当享受归年呢？啊，好，你享受一百年，啊，好，你活开一百年就贵，那是真紧的贵啊啊，一刹那的贵。啊，百年后呢，又爱国母六轮回。 啊，那么有愛又爱个对三恶道啊，这六道呢，决定是在三恶道的时间机会较侪，时间较长。啊，这是世尊甲咱讲嘅事实。如果甲这个事实看清楚了，你对于这个世间富贵人，你都未欣羡啦。啊，你心目当中都会会看作非常嘅平淡。 啊，无自私心，无自心，啊，不但呢，未去羡魔啊，真正一旦感觉到下掉了，放下了，啊，所以世间这个富贵，啊，眼光你往远诶所在一看，也不过如此啊，啊，几十年的过去，几百年吧，啊，后因呢？ 效果三多六多，实在讲，富贵人做业比贫穷的人做得的较济，做的较大，有甚物好处？啊，这个爱心。啊，搁再看下面的文，你家发定亲信，比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摄受众生，无疑无路。 行必管力，定得往生。即教咱爱相信阿弥陀佛，在说《无量寿经》所讲的啊，伊老人家所发诶四十八愿，愿愿拢是度一切罪苦众生，当然也包括咱自己在内。决定不怀疑，决定真正会当相信你。 依照伊诶理论方法来修学，决定一心净土。这个、理论方法就在净土三经之中。又决定亲信释迦佛，说处观经三福，九品定善二仙，正赞彼佛依经二部，使人信慕。对于释迦牟尼佛。 甲咱介绍西方净土，无量寿经、阿弥陀经，甲即一部观无量寿佛经，啊，观经内面讲诶三福九品，即是善仙。从第一观到第十三观，咱念过了，属于定仙。世尊为咱讲这个往生净土诶方法，换一句话讲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 必须具备个条件。细阵为咱证明、赞叹阿弥陀佛，赞叹西方极乐世界，九法界众生包括了菩萨、言教、声闻，有缘听了之后，无一个未信佛诶，菩萨信佛啊，那无一位发言会上文殊普贤，为什么？ 法愿救生呢？啊，当然，对于阿弥陀佛的世界是无比的羡慕啊！所以法愿救生，又决定亲信弥陀经中十方行沙诸佛正权一切凡夫决定一生啊！那么。 即大家大书国在举阿弥陀经来给人做证明啊！弥陀经上讲得好，在六方佛来头啊讲的，六方佛是讲六度所以这部经把的地方记未掉啊！啊，这一段还记得真实？为什么呢？重复六遍啊，经常讲如是定行和三所祝福各以其国。 出公众现象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，说性是言。啊。那么大家讲的真是相应。你定众生，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，一切诸佛所护念经。大师所引用的就是这一段经文、啊，这一段经文真正不可思议啊！经常讲的。 逆定众生，是指尽虚空遍法界，纠改众生，上至顶界菩萨，下至地界众生，拢包括在这一句当中。啊，拢都在深信不疑，称赞不可思议功德。啊，就是指西方极乐世界。 一经立部不可思议功德，向称赞呢一切诸佛称赞，因此这一部经是一切诸佛合念。《弥陀经》上讲的无量寿经是大本啊，大本的《阿弥陀经》。观无量寿佛经是附属《阿弥陀经》。 啊，这三经是一，不是二啊啊，一、二、三，三二一啊。因此，咱终于明白了。如果咱想要真正得到一切诸佛护念啊，拢应该安怎修呢？真实心中念阿弥陀佛，你就得一切诸佛护念。这个护念就是俗话讲的保佑。 一切祝福真的保佑你啊！你爱用真实心念，用真实心修持，才当得到真实的果报。这是讲为什么祝福啊，拢会来互念你呢？因为你不可思议，你今生当中就不退生活了。我看到即款诶，一个人，老袂帮忙。 全心全力来照顾，都惊你毋肯造福，迄著无法度咯。啊，佛也无可奈何，想帮忙帮唔到。你真正想要在今生当中造福不退，讲实在话，毋是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不退，现在就不退。啊，现在若就退得不能光心。 特告的都来运动啊，不退再当王星，所以这个法门是现在就不退，这是决定的星啊。这里做诸佛合念，这是诸佛合念，这是菩萨天龙八部鬼神当然应和，有亲信者啊。哎这段文啊，咱读了这句。 实在感觉非常惭愧，看到宣道大师对一切大众的苦口不心啊！你看这个故宫永远一切行者定啊，这个行者就是修行这个法门的啊，修这个法门的人、啊、你看前面用这个字呢，永远啊，这个口气恭敬到了极处，宣道大师。 果真是阿弥陀佛化身国再来，阿弥陀佛对待上恭敬到极处啊！你看言辞用是下辈对上辈敬称，咱在这本书内面看到真多处，所以看到这两字不能不感动。从这两字看到成导大师对人真诚到极处。 一心为信服务，不顾生命决定依行。个咱修学这个法门，爱用什么款的态度啊？决心决定往生的态度啊，都爱像安尼。一心爱相信佛的话，佛在净土三经里面所讲的每一句话啊，爱不顾生命去照做。 啊！福建下家即下啊！福建家人咱都下，家人离咱就离，家人放下就放下。福建行行啊！福建应该做咱做啊，百分之百的依福建即可啊！ 甲咱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咱就去。名随顺佛教啊，安尼修学呢，叫做随顺佛的教导。随顺佛意，佛的意思是希望咱在生当中圆满成佛。啊，佛意就是佛之心。名随顺佛啊，佛的愿是四十八愿愿度众生。 是名真佛弟子啊！这个三行文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先读大师真期的口诀博心在看多难啊！口诀博心在看多难啊！啊，那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佛弟子？真佛弟子爱甲佛每一句话拢做到。 啊，那么这集的时间到啊，咱就公告家啊，下面呢，下一集啊，再个向大家来报告，多谢大家收看，阿弥陀佛。